Ready. 南投县议会第十八届第五次定期大会议程第四审查会各单位业务报告及检讨，开会时间到，请主席宣布开会。今天的会议现在开始。县政府提出理事长，加一次，不好意思，加一次理事长。卫生局方局长，环保局方局长，文化局林局长，各中、各国中、国小校长，各位科长。各位记者、小姐、先生，本会潘会长，各位员同仁，本会陈秘书长，电视机前关心官员的各乡亲，大家早安，大家好。咱今仔日事宜程是第四审查小组会各单位的业务报告及检讨，请各单位的主管。 简单的介绍业务报告及介绍业务主管和各位员席。首先，咱请教育处理事长报告。主席、会议长、秘书长、所有的议员的女士、先生们、媒体记者朋友们，还有本府的各单位同仁，还有我们在上面的。 国中小校长，我是教育处处长李梦珍，现在让我介绍我们的同仁。首先介绍我们的副处长王淑玲王副处长，接着是我们黄怀颖黄科长，体健科徐建立徐科，国教科徐建立徐科长，还有我们社教科的陈秋雅陈科长。 体健科的我们的蔡振发蔡科长，那后还有我们是特教科的叶怡玲叶科长，那后面有我们五位督学，第一位是我们季中良季督学，那接下来是我们陈正义陈督学，张峰林张督学，陈敏慧陈督学，还有吕玉清吕督学，有关教育处的工作报告，在书面资料的第17页到第34页，敬请议长、秘书长，还有所有的议员、先生、女士们可以参阅。那教育处呢，知道所有的议员关心的都是我们的家长、我们的乡亲所重视的、所关心或担忧的。那我们教育处会非常虚心的接受我们所有的议员的一些指导，然后我们会尽速改进。 来符合乡亲家长的期待，也拜托我们在座的中小学的校长们，一定要来努力，让我们的教育更顺利、更符合孩子的需要、更符合家长的期待。以上，谢谢。好，我们感谢我们理事长。继续，我们请卫生局黄局长。大会主席、议长、秘书长，还有今天在座的各位议员、理事先生，还有我们今天练习的各国门中小学的校长，还有在座的新闻媒体朋友，大家早安。好，那首先我来介绍卫生局的主管同仁，那第一位是副局长吴美玲，那第二位是季正林阿姨。 那林阿姨基正是今年的1月6号1月9号从卫生局的行政科长升任为基正。第三位是医政科陈淑仪科长，接下来是药政及毒品防治科的李延锦李科长，接下来是食品科的谢林华谢科长。
接下来是保健科的郑秀锦郑科长。接下来是疾病管制科的赵林慧赵科长。接下来是检验科的廖小瑶廖科长。接下来是企划及长期照护科的谢明慧谢科长。再来是行政科的科长郭汉生郭科长。那郭科长是今年2月23号从我们行政科的科员升任为科长。那接下来是人事室主任李怡蓉李主任。李主任是在今年的1月18号由县政府人事室科长调任到本局担任人事室的主任。那接下来是会计室陈以婷陈主任。政风室施义如主任。那石主任他是去年的12月31号从税务局的主任政风室的主任来兼代卫生局的政风室的主任。好，那卫生局的工作报告在南投县政府的工作报告里面的219页到236页，敬请各位议员女士先生指导参阅。以上报告。好，我们感谢我们黄局长，继续我们请环保局的黄局长报告。好，大主席、议长，还有各位议员女士先生，还有各位记者女士先生，还有各中小学校长、国中小学校长，大家早安。首先我们还是一例来介绍我们本局的主管副局长林荣儒林副局长，秘书苏成远苏秘书，中继科张中义张科长，空保科钟玉达钟科长，水保科张云飞张科长，肺管科张景南张科长，稽查科简宏伦简科长，行政科余建志余科长，会计室吴主任吴美珍吴主任，人事室黄美丽黄主任。那环保局的工作报告就请各位议员女士先生参阅书面报告的237页到249页，敬请指教。好，我们感谢我们黄局长，继续我们请文化局林局长报告。议长、副议长、各位议员、议会陈秘书长、本府各位同仁、各位校长、各位媒体记者女士先生，首先我来介绍我们的工作团队。第一位在我右手边的张怡芬张副局长，接着是秘书王敏士王秘书，再来是推广科张玉泉张科长，他是106年3月1号到任的。接着是艺术科刘玉湖刘科长，再来是文资科张赛清张科长，接着是图书科刘雅欣刘科长，他是105年12月30号到任。接着是客家科蔡淑厚蔡科长，再来是会计主任严淑珍严主任，接着是人事室翁秋玲翁主任，翁主任是106年4月2号刚到任，4月20号，对不起哈。最后一位是行政科谢坤宏谢科长，他是106年3月1号从推广科调到行政科。那有关文化局的工作报告，在书面资料的251页到265页。那过去文化局的业务承蒙议长、副议长跟各位议员的指导鞭策，一切上升顺利。未来仍请各位议员继续给我们指导鞭策指教。以上报告，谢谢。好，我们感谢我们林局长。感谢各位主管的报告和介绍。咱今仔登记的议员目前有10位。啊，各位议员报告，咱今仔咱有两个校长请假吼，咱一个是台南国小，甲一个新疆国小，有代理人过来啦吼。首先咱请陈正仁陈议员，喂。议长，咱的议员同伴，
啊，甲咱遮个第四组遮个即个官员吼，啊，咱个二楼个遮个百几位即个国小、国中个即个校长，啊，甲咱电视前遮个关心咱南投县情遮个乡亲，大家较早，大家好。首先呢，我咧来做教育处啦吼，哦，拄只教育教育处长讲迄句话，我听到都真有信心啊了。讲做吼，甲咱遮个各中各小遮个老师吼，一定爱努力，一定爱拍拼，啊，甲教育办好。我刚听到这句都真有信心啊！听到这句都真正对咱教育处吼，未来甲较早都无共款啦。听起来呢吼，即个听起来呢啦，表面上听起来呢，强柔啦，水果巴水啦，啊，以后做好歹咱唔知啦。啊，佫请咱的处长吼，佫继续来甲拍拼的啦吼。啊，我伫教育处方面啦吼，我想无首先吼，咱先请咱这里要做营北国中的校长吼，请来他请教，我连咪甲问一下吼啊，请先做一个准备一下啦吼。营北国中校长啦吼，请来他请教，我连咪甲问一下。啊，慢慢来准备一下。我们请英北国中是不是？英北国中啊？嘿，英北，嘿，来他请教，我连咪甲请教代志一下吼。啊，咱这先这里先请教咱的学，你看看落来啦吼。啊，我先请教咱的学务科长啊吼。小科长，我请教你吼，咱安尼，即个做咱即个要做棒球场这样吼，何时何日即个开幕？啊，开幕准备到啥程度？啊，这时阵我会记得迄个咱李馆长吼，争取甲咱过档的吼，争取即个5000万来个即个做建设。啊，咱准备到啥程度？我昨有问到咱的即个做建设处，建设处的我做咱由咱教育处遮哩主办嘞吼，啊办到啥程度？啊一只吼，我甲咱各单位主管做一个呼吁，讲以后嘞，咱若要寄这个邀请卡吼，爱较早寄，用这一日一宵关系吼，唔是邮局唔对，是因为咱的蔡政府太有力嘞，办了太好嘞，去创个一日一宵吼，啊所以较慢，啊像可比讲像顶边查甫会的时吼，伊了做咱想办法去寄。啊，地书讲，干那阮干议员、干阮大区议员都较慢接到啊，系要去参加边个户，甲当时才接到，迄真正唔是嘛唔是要求唔对，迄是咱较慢行。咱这总讲一句嘛，是咱蔡政府太牛嘞，创这个要做，这个希望讲咱这个要做咱的科长吼，咱各科室的吼，以后办活动，这个要做邀请卡爱较早行吼。啊，我请教咱这里学务科的科长，咱这里要做这个棒球场，这准备到啥程度？是要甲大大比较大大，还是要凊彩富了？要大大比较细细？我请你甲答复一下。我们请科长答。报告郑议员，关于郭董捐赠这个棒球场的新建呢、啊，我们是不是请体健科，因为是他们主责？体健科这边是比较好，无咱再请体健科的，好不好？咱蔡科长啊，哈，蔡科长。谢谢议长，还有谢谢曾议员哈，针对我们棒球场的关心。那这个棒球场是郭董哈，就是他捐赠了5000万，加上南投县政府1350万，挹注在周边设备哈，整地排水部分。那以目前的进度，就是说，就是消防 OK， 还有那个只剩下电梯的部分，他那个文件只要备齐之后，我们就可以跟建设处来申请使用执照。那就我所知道，应该最近大概这个月底执照应该会 OK 了哈。那另外我们也积极在做启用典礼的筹备会议，那已经在4月20号已经召开一次，那我们5月初也召开针对这个启用典礼来召开，已经召开2次了哈。那我想说，我们非常就是启用典礼，最主要是要配合郭董，因为毕竟郭董是捐赠我们南投县的棒球场，所以我们非常感谢我们郭董的挹注，以及感谢我们县长，还有所有关心议员对这个棒球场的部分，所以我们也积极在筹备。我想说，最主要我们就是在确认郭董的时间点。那郭董他就是他的张主席秘书，目前也在做内部的行政签核，排定时间给我们南投县政府来做启用典礼。好啦，安尼吼，蔡局长，感谢你做个这详细吼。我想最主要两点要跟你讲吼，
既然咱主办的，咱到处主办，咱爱办哦漂亮，办场面办较大嘞。啊，爱出个呢大大比较大大，唔能大大比较细细吼。啊，出个票啊，过来就是讲咱的邀请卡较早寄嘞，唔能去临时临了，临时临了就袂使嘞吼。以后啊，这点车够科学的主管会记哩，就注意上班十公斤就好寄，因为在这一日一宿的关系吼，啊，请大家在这点爱注意吼。啊，咱出国的你请坐吼。好，谢谢议员。哎、啊，咱这个银北高中的校长好袂哈？我甲哦，底下诶，咱校长我请教你吼。咱这个校长吼，咱个在吼有一件代，我两个请教啦。咱这个五月初九迄天啦吼，五月初九迄天夜暗时啊，咱这个要做五校长吼，暗时啊真暗啊，伊嘛直落睡觉啊。我感觉讲咱个五校长吼，香港伫教育界吼嘛认真啦，拍拼嘛是表率啦。要为校长取笑了，我校长真大大甲袂忘呢，拢叫我天天呢，嘛无你管他哩样啦，但是伊袂哦，伊真第一时间就随口话讲，因学校一个囡仔吼，失踪去，第一时间就口话，啊，我就赶紧联络这个咱中区的分局长，啊，甲当地里长，速来个办理，啊，伊暗时啊嘛安尼出去找，我感觉讲吼，那这点吼，咱高校长，你的用心好，咱来讲好奖赏。奖赏分明，那高校长吼，那这方面我给你加公开给你按一个赞，认真吼，啊，佫第一时间佫有甲讲，安尼我就感觉讲真正可以吼啊！我请教讲咱高校长，啊，你即摆善后的这个囡仔安怎甲处理？即摆有较乖无？今日有来读册无？我请教你。好，报告议员哈，这位学生现在每天早上哈都会到学校来，我们学校的行政组还有辅导。是的话都每天都有在追踪这个孩子，也了解孩子他在家里的一个状况哦。啊，真的非常感谢议员还有当地的里长还有所长哦，当天晚上就协寻到这位学生，让他隔天顺利就能到学校来就学。咱五校长吼啊，日后咧这个囡仔啊，更加加强个辅导吼，不管是课业辅导还是咱这个做。这个心理辅导吼，爱加够特别，因为咱那愈弱势愈边缘，那愈爱个帮衬吼。啊，请这点请五校长吼，爱够加强用心的呢吼。啊嘛，真感谢你，这阳光直接嘛是给你公开给你爱这个赞，啊嘛是咱所有的这个校长的这个表率吼，啊你请入席。谢谢议员。啊，过来，我来。请教咱这个卫生局方面啊，吼，卫生局，咱这个，我请教咱这个疾病管制科的这个科长啦，吼，我毒品管制科，我请教咱即摆吼，这个毒品方面啊，吼，咱已经有请入甲这个国中啊，这个学校呢，吼，啊，咱有啥物因应的措施，还是有要安怎来甲宣导，还是咱有啥物？好的这个 idea 要按那个因应，请咱科长答复一下。谢谢议长，谢谢曾议员的指教哈。那有关毒品危害防治的这个部分，那议员指的是在国中的部分。国中对。那我们平常就是各个卫生所就已经有对这些国中小的学生有专我们有辅导，有到学校去做这样的一个卫教宣导。那在去年的话，我们也结合了我们教育处，我们结合赶路的宴一个民间的机构，我们有在埔里地区我们有针对埔里地区的三所国中，我们有做 3D 电影的一个反毒宣导。那这是一个互动式的一个宣教。那我们在埔里地区的一个宣教结果，学生的反应都很热烈。那今年度呢，我们各个相关局处我们也筹措了相关的费用，我们今年要持续在我们南投县的各个乡镇持续来办理。那国中的宣教的部分，我们跟教育处这边也有配合，还有跟校外会跟警察局，我们会针对如果说是使用毒品的学生，他是在学校的话，我们有
春晖专案的一个辅导。那如果说这个学生他是中辍18岁以下的青少年，我们是转由我们的社会处来做他的一个关怀。那如果是中辍的学生，他在辅导的这个过程他已经满了18岁，就已由我们毒防中心卫生局的药政及毒品防治科这边由我们的各管员，我们会做追踪辅导列管2年。那这是以上有间重视关心的吼，你来你请坐吼。啊，我你来你请坐。我上重要就是讲吼，囡仔是咱国家未来主人翁吼。伊譬如来讲，咱中国中呢，中国中嘛一个个案，有一个个案吼。这当然嘛唔是这个校长的关系，校长嘛真用心。因为咱这个小校长吼，伊我嘛真济顺好弄滴啊，这个注意吼。啊，咱小校长。最近的表现吼嘛袂歹啦，小校长徛起了无？徛起好啦，就地徛起者。我甲按你个站者啦，嘿，我咧甲你真侪顺好龙咧，甲你关心啦吼，啊袂歹啦吼，嘿。啊，我是讲吼，咱这个做这个咱中国中吼，嘛有一个个案吼，一个算国中一年啊尔吼，嘛有捌着毒个呢啦吼，啊捌着毒个，啊是用我所在的啦有啦，哦啊，请这方面的顺咱书记啊，再个。安那来个探讨，安那个研究吼，啊，请咱再个联络了吼。啊，过来就是讲，咱这个环保局的部分啦吼，环保局我来请教咱的空污科这个科长啦吼。咱这个做工业区啊吼，工业区最近拢暗时啊吼，拢有滴拢时常咱乡亲拢滴个欢迎，拢就这臭气冲天，以及阴暗时啊真接。啊，咱的营北里这方面，应该肯定你住伫这个华阳路300+一巷遐，应该你暗时啊加减嘛有闻到嘛，吼、哦。啊，你有安那因应的这个对策无？请肯定答不了啊。嗯，科长答。谢谢主席，然后谢谢曾议员针对说我们空气污染的一个部分的一个问题。那这边跟议员做个报告，就是说在我们环保署的一个检测的部分，它其实在车站的部分它有去做一些检测。其实在环境中本来就是会有一些带药性的一个浓度的存在。那我们有检测在我们南投车站的话，环境检测的一个周界检测的话，大概是差不多在0.042匹克左右。那是相对于其他县市是比较低的部分，但是我们会针对工厂的部分，它有比较会产生一类别，它会比较有一些带药性的产生的类别的话，会去做一些严加的管理，从它的一个制程的管理，还是它的一个平常我们是要求它一些防治设备是否是有正常的开启。哦，啊，感谢咱庄科长啊，哈，啊，有关的这里要做这里躲避这里哈，这有这臭气冲天哈啊。平常咧，较少去甲巡视者，啊，咱的主管的时候较用心吼，来你请坐吼。啊，过来我来请教咱这个文化局方面啦吼，文化局方面咱个在吼，我伫遮嘛爱甲大家做一报告，该当好爱讲好，歹嘛爱歹咱嘛该当爱甲纠正嘛爱甲纠正。咱的文化局这个做王秘书啊吼，即王秘书伊就是我顶边的时阵，伫咱这个永久屋遐吼，遐咧办活动。伊身为一个秘书，嘛伫遐呢，安尼甲人安尼无用东无用西，啊煞嘛伫甲人亲近，啊嘛对人嘛真正客气。我本底嘛唔知是王秘书，我这个小姐呐遮认真，但是啊尾啊甲了解才知影讲，伊是咱文化局的王秘书，啊这個、真正吼嘛真正用心，啊佫真正，来我甲听起来嘛真受肯定，伫遮嘛爱甲你按你个赞啦吼，好爱讲好，歹爱讲歹，这個、认真拍拼的。认真拍拼的官员吼，咱拢爱甲鼓舞吼啊！这个做啊，伫遮一个小小的建议，就讲咱这个做火山龙头遮吼，有这个乡亲的欢迎吼，这个做这个入口这个吼，有欠几下的这个做路顶方面吼，啊，咱搁请搁甲四十几支啊吼，因为几下乡亲的欢迎吼啊，以上报告多谢。啊，继续我们请廖志成廖员发言。多谢咱大会主席吼，啊，咱副局长、咱陈秘书长、咱第四审查会所有历史的单位主管吼，啊，甲咱啊中小学校长吼，咱电视机头前的乡亲吼，记者陆叔先生吼，大家平安吼。啊，针对着咱啊教育吼，甲环保卫生的这个积存吼，
啊，我首先伫遮要来就教咱即个教育处吼，咱学务科吼，啊，咱的黄科长，咱南投县吼是一个啊偏远地区吼，咱的教育资源本来甲都市都拢差足济吼，咱南投县列为偏远学校吼，的小学校、中小学拢总有几间，你答复一下。请科长答。谢议长，谢廖议员。根据教育部的列册，我们目前国中小偏远学校有51所。51所哈、哦。51所的偏远学校内底，一年的这个行政费用，包括就是讲，咱校长、主任、甲所有老师，伊的薪水，的这个行政费用，大概有偌济，你知无？如果以小校十人的编制来看，一年的薪水大概就要花了快1000万。多少？大概1400万左右。1900万哈、哦。是，所以讲，即马咱的这个立法委员哈、哦，马兰溪地出身的蔡培慧委员哈、哦，他有在立法院推动偏乡的这个教育法的这个奠定的这个法案哈、哦，这个法案你清楚吗？报告议员有大概的了解。你说明一下。这个偏乡地区学校振兴条例啊，它主要就是在偏远学校，它把一些学校的教师结构，还有它的师生比跟行政的弹性去做一个结构。那师生比我们现在是受限于 1.65， 就是1:1.65的一个比例。那如果是振兴条例通过的话，它在30到50人的，它可以师生比到1:6，那30人以下是1:5，所以老师的师资来源会更丰富，那他也把正式编制人员的比例把它调降，他有1/3可以聘。这个是其中之一，最大的重点是不是讲我说，因为宪法要保障孩子的受教权，因为伊嘛拢有纳税啊。咱本来咱的教育资源都足无好诶，他宪法保障的资源之下，因为咱所有的学校的教育支出的经费，咱县政府的负担，头拄仔你讲的，以51间来讲。比如讲，一年内底伊的行政费用吼，包括薪水吼，都要1900几万，将近要2000万。对51间内底的这个咱南投县的这个财政内底，假使讲他在推动这个法案的时阵，内当过的时阵，都是把所有的这个行政费用由教育部来支出。由教育部来支出的话，我相信讲，这对咱尤其是吼偏乡的这个偏远地区吼，咱较财政状况较不好的县市，其实是足大的帮忙，嘛唔免予咱所有的老师啊、甲家长咧烦恼讲啊，即卖会当变校啊，会即个会校、财校各方面的即、這个啊动作的时吼，引起家长的恐慌。头拄啊，你讲的呐，讲伊51间内底一年就差不多几十亿的即个预算，对我们县政府来讲是一个足好的即、這个吼。所以讲，在这个推动偏向的教育法内底时吼。我有看到吼，伊的这个咨询内底吼，人数的这个立法委员吼，我那真济，我那20多个立法委员吼，所以说我们是乐观其成功。假使讲这个法案若推动会过了后，我相信讲，除了你刚才报告之外，其他经费上的挹注吼，我相信讲对我们啊南投县这个偏远地区吼，是非常大的一个福利啦吼。这一点的时阵，是不是讲？你请坐哈、哦。听咱的这个教育处的时，当然这款呢就是讲，告诉讲我们来支持，包括咱其实咱的这个教育处哈、哦，咱买当以地方自治法，咱来要求中央政府哈、哦，就是讲啊，立法院会当教育的这个法案来推动的时，会当顺利通过咱的地方自治法，我们也可以来要求咱的这个啊，建立我们的行政院哈、哦。啊，能够来采纳办理这一个方案哈，针对这个啊，咱的地方自治法来这个提案的时候来要求，我相信讲议长吼、甲副议长所有员拢会支持。这点的时候吼，是不是教育处的这个理事长你来答复一下，是不是在看是这个会期的临时动议，还是怎么样？下个会期的这个咱的这个临时会上也这样提出啊，咱来要求这个。啊，咱的中央政府一旦把咱偏远学校所有的行政费用，拢从由教育部来支出，可以吗？谢谢议长，谢谢廖议员哈、
我们的确在那个处长那个麦克风那个。谢谢议长，谢谢廖议员。的确，我们在偏乡地区有这么多学校，我们的确需要非常多的资源。有机会，我们一定会跟教育部力争这样的经费来挹注。我头拄啊说明的，就是讲吼，是不是讲这届电机会拿未付，过来就临时会，临时会的时候，咱是不是会当我们由议长吼，到时阵我们来提案，就是讲要求咱的这个。中央政府的时候，一旦把咱偏远学校所有所支出的费用由中央政府来挹注，这一点你赞同吗？可以赞成，非常赞成。他是讲咱教育处这头呐无的时阵，无就是阮下个会期的由我们县议会我们来提案，来提案，然后请县政府来建议，要求中央政府来采纳办理，好不好？是，全力配合。好，你请坐。谢谢，我相信讲这。咱包括议长吼，所有应该会足支持，这对咱这个偏远地区的学校吼，应该是一个足好，而且嘛，予咱的真侪老师的时，唔免讲我说啊，哎，到时阵吼，啥物后进先出啦吼，啊，走来走去吼，啊，搁担心着讲啊，即马会会校吼会变校，啊，是讲咱的家长嘛担心，阮所有的民意代表其实大家大概嘛要为着这個、要会校的时吼，大家拢。甲教育处这头吼，啊，底下咧反映就是讲吼，这应该袂使吼，啊，这个会校吼，因为孩子的受教权其实都是公平的啦吼。我是讲借这个机会，直接甲大会做一个报告。第二点就是吼，咱教育处的这个理事长吼，你较早是伫咱这个地检署的书记官长过来啦吼，所以讲对这个反毒，我相信讲毒品你应该。认知吼，你应该足内行啦吼。我之前捌听过你说明，就是讲你对吸毒以后的这个感觉甲反应吼，你是不是会当直接甲大会做一个说明啊？好，谢谢议长，廖议员还有各位伙伴哈。那吸毒真的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因为吃毒了也产生幻觉，也产生一挂比较焦虑的情绪。暴躁、易怒，完全变一个人。尤其伊对友爱依赖吼，会听到吼，超乎咱的想象。伊一讲吼，伊无友爱时阵，伊会使啉40罐的感冒糖浆吼来抵瘾。可见吼，那样的瘾吼，是对身体有非常大的残害。过来就是讲，每一个边啊讲话的人，伊拢会怀疑讲，你是你甲我害。所以讲，你会感觉讲，像那食毒的人，伊嘛会去侵犯别人呐、啊。就是讲，因为伊拢会感觉讲，白人每一个人都是要甲害，都是多疑，然后会有很多的焦虑。那最重要的是，伊拢开始要过着欲钱甲欲有爱的生活。吸毒后是会反应啦，就是讲吼、我听你说明，你当初也是那个相当，就是讲你认知相当深，就是讲你头拄仔讲也后遗症，当然你讲好多食40罐的感冒药水啦吼，啊，伊会怀疑伊的边的人拢要甲监视啦，拢歹人啦吼，啊，包括讲伊都为着钱，伊会去作案犯错，迄大家拢知影。现在就是讲吸毒后，伊的这个反映出来迄个感觉啊。吸毒之后哈，一个人拢变作一个人。其实他第一个，他对于他自己的身体哈，你也感觉这个人开始也眼神也都不对了，眼神涣散。过来就是讲，伊有当下伊无有害时阵，我打岔一下吼。嘿，我听的是安尼啦吼，比如讲你人生啦吼，学生啊吼，金榜题名吼，是上欢喜的时阵啦吼。是。这個、比例，我想你讲，你是因为长期有接触吼。包括毒品吼，也戒毒各方面，你长期有接触，趁这个机会，互大会了解一下，就是讲，即马大家拢知影，讲我说吸毒后了后，伊后遗症大项拢知影、但是伊吸毒了后，伊的这个反应，我头啊，有甲你提醒，就是讲，你捌讲过吼。是，跟大家报告哈，吸毒最大的就是讲，伊食过毒品了吼。不是像大家讲的一个骷髅头，还是什么派物件哈？吸毒的人跟我说哈、你有啊吃落哈？老师，你这世人有一几遍金榜题名？伊讲我有啊吃落时阵哈，今仔日金榜题名3遍，我有啊搁吃一遍，我就搁金榜题名3遍。就是讲
人世间美好的经验哈，都比不上吸毒的经验，所以他对那个毒品的渴求哈会那么强烈。另外哈，还有他的幻听幻觉到什么程度？有一个学生跟我说，一哈，伊蛮洗头哈，六点洗到下再六点，因为伊迄个是类似精神病的强迫症，伊哈开始食落了，看啥物拢无顺眼，啊，查囡仔哈，加指甲加到手拢流血，搁咧加。爱十波吼，伊讲伊只要看到电器吼，就想要甲拆掉，所以伊甲电视、收音机、啥物拢拆甲无去。佮另外，伊感觉讲厝边吼足奇怪声，所以伊甲厝边每一间厝玻璃拢拍破。伊摕一枚石头吼，一个拍破，因为伊感觉讲每一间厝内底拢闭鬼，伊爱隔石头甲鬼逼出来。啊，嘛有一个人拿棒球棒吼，规排车逐台都。泡泡，伊就是感觉讲，迄内底拢秘密件。除了快感之外，也其实后遗症哦，非常非常的多啦吼。啊，咱你上任了嘛，积极的推动这個反毒的这个宣导啦吼。因为咱即马影片内底吼，包括顶年吼，咱的社工议员吼，伊伫保利嘛，捌透过这个 3D 的动画吼，啥物？有迄个 A G P 内底吼，内底反毒的迄个宣导影片，迄个以色列来啊，因为迄个导演吼，原来是玻璃人吼，啊放一届讲吼，差不多要4万至5万啦吼。啊，咱教育处的反毒的宣导片的经费，一年变偌济？报告议员哈，我们虽然经费不多，但是我们跟外面。我们现在已经积极跟外面在联络，比如说黄琼林，他知道我们要反毒，马上就捐10万块给我们，更生保护会这边来协助。另外，狮子会也告诉我，包括台中的狮子会，包括南投的狮子会，都告诉我，只要我们要办反毒宣导，他们会挹注经费。就是说，反毒是全民运动，大家都会支持。除了哈，咱教育处有30万的这个经费之外，我也是希望说哈。30万，其实你就可以办30次。你若去结合所有地方的社团，包括狮子会、扶轮社、同济会，大家共同来办理，一旦唤起吼社会上家长嘛对这个重视，因为认识毒品吼，我是感觉这爱认识彻底，因为这个 3D 的动画的迄个影片的时阵吼，学生反应都不错吼，也赶路的宴啦吼，加迄、那个。捕破口的 A G P 啦吼，这个都是不错的、很好的这个宣导的影片的先。他说讲一旦呐国中了后，咱的国小吼5、6年级的这个学生、高年级的学生，其实也可以吼来透过这个宣导的影片吼啊来去放映的先。我相信讲吼，你呐30万的经费，一场呐1万，其他结合地方的社团来帮忙的先，你就会当。啊，有30块的这个播放吼，因为其实吼，这个预防吼胜于治疗。你若讲吼，这副学生吼提早认识过来，一点就是讲，顶年吼，你知影咱南投县通报就对啦，学生安尼吼，有毒品反应的吼，也是有这个记录的，安尼拢总有几个。105年的学生有14件。106年啊。106年有2件。2件。这2件都中错了。啊，你相信吗？太少了，不太相信。以你在以前在法务部的经验哈，你们接触的应该不止这些吧？可能要乘以10倍。乘以10倍哈。是。所以讲，在这方面你有什么措施不？跟议员跟大家报告哈，那在上个礼拜，我们整合所有的资源，就是地检署、然后少年队、校外会、少年法院、警察局、社会局、卫生局等等，我们召开一个会议，我们要成立一个紫锥花爸爸、紫锥花妈妈的一个志工团队。那这个团队来自各个单位，我们会受训，尤其我们目前已经掌握至少有50位曾经辅导过毒品犯的。我们要感谢地检署的荣誉关护人跟更生辅导员，他们那边至少会有50位。那未来针对我们高关怀的孩子，不用等到验尿有毒品反应，如果他是曾经接触过毒品，而且家中有人吸毒，还是曾经有跟毒品的朋友在一起，跟高关怀个案筛选出来了，我们也做1:1或1:2的个案辅导。高风险呢，
这个家庭的是透过学校的通报，然后让我们啊教育处这边哈，跟咱的这个督学啦各方面的是下去做一个一对一的这个访谈，然后来帮忙他们。跟议员报告，我们已经整合校外会所有的教官要来协助我们做媒合，就是讲咱国中高官怀孕啊来，假设有30位到50位，我们会媒合我们的紫锥花爸爸、紫锥花妈妈，我们来做一对一，而且我们是用夜间家庭访视来跟家长一起努力帮孩子远离毒品。好，你请坐哈，因为时间到哈。其实哈，南投县的这个毒品哈，其实现在泛滥相当严重了哈。啊，为国小的5、6年级啦，到国中，其实哈，你讲的个案哈，10多案，到顶年2案，其实都不止了哈。所以说，期待哈，你华务部这边出身的哈，来家好好啊，把咱的毒品的这个宣导跟防治哈，做好哈。多谢，多谢局长。好，继续我们请廖院士、廖院补充说明。我时间有限哈，我不再客套哈。首先呢、我就教育我们教育处哈李处长。李处长，自从你上任以后到我们原住民乡走透透哈，我很佩服你啊。但是我不是佩服你的体力哈，我是佩服你的用心呐。在这里我有几点要就教于你了哈。第一点我们仁爱乡各中小学一共有16所了哈、为什么有14所有校护现在不叫校护了，叫护理师了哈、有2所没有，那个请那个你认为那个学校有没有必要设这个护理师你请你回答一下，简单回答一下。谢谢议员，我有注意到这个问题，然后我有请我们同仁哈，偏乡地区附近没有医院的，一定要优先派护理师，我们已经签上去了，务必要让仁爱乡的每一所学校都有护理师。好，谢谢你哈，那个，这个你有签上去嘛哈？是。县长有没有答应啊？因为这个可能会涉及到我们这个经费问题了哈，但是没有关系。那个我在这个总执行的时候哈，我再提一次哈，希望我还是谢谢你你有注意到这一点了哈。是。第二点那个我们很多老师调到我们仁爱乡，不管是真事也好或是工会生也好，都有一个绑约的规定了哈，一定要服务4年了哈。像我所了解是我们去年还是前年有办理一个甄试其中招生简章有明定就是说录取的时候一定要在我们这个南投县这个学校要服务4年。是。偏远地区的学生那个学校。我想请教你这个教育部我所了解他现在同意好像有人反映同意偏远地区的老师服务满1年他就可以请调了哈，你有什么看法？报告议员哈，那我想一般的学校绑约6学期，那偏远地区我们在招聘的时候就已经有告诉，然后绑约4年，那现在就是说1年可以调动，他必须要有生活不便、有结婚等因素才能够申请，而且要学校认定报到教育处来。那原则上我们在招聘的时候，其实我们会非常期待，为了孩子的受教权是应该留在偏乡学校继续服务的。对，所以我还是要求你了哈，一定要照我们的当初我们在甄选或是他工会生派任的时候有那个规定嘛哈、除非是像你刚刚讲的有特殊的情形、那个我们可以体谅了哈、因为这个如果我们偏远地区的老师异动频繁的时候哈、会影响到我们这个整个教学的品质哦，相信我们这个处长会很了解了哈、这个这方面哈、我想你要坚持一定要服务满4年，好不好？好，谢谢。因为哈、我老实跟你讲我没有什么意识形态问题啦。那个平地的老师到我们原乡很想就1年2年就一直想就要调出去了。今天
真正在死守在我们这个偏乡啊那个原住民学校的都是我们原住民老师，哦，他们付出他们，因为他们是在地的，付出他们的心力，哦，为我们的原住民的地区来服务，哦，啊，我想这个方面，我想那个处长你要坚持了，啊，哈，哦。谢谢议员。最后一点啦，啊，那个我们这个平地啊，有很多我们的母语老师啊，哦，我所侧面的了解啦，因为这个母语老师哈，哦，我们这个现在啊，我们的母语啊，现在我们这个原民会啊，已经报这个那个立法院啊，列为我们国家语言。所以如何延续我们这个传统文化哈，哦，除了家庭以外，这个母语老师啊，他是也是占了很关键的角色哈，哦。但是我所了解啊，平地有很多的校长啊，对于母语老师好像不是很重视啊哈，哦，为什么？我讲给你听哦。第一个，每到学校办什么活动的时候，跟母语老师的这个那个课程冲突的时候，他叫母语老师说不要上课了，哦，啊，那一天的薪水也没有办法领，因为你没有上课，但是你可以用备课的方式来处理啊，是不是这样？啊，第二个啊，他们的教材都是母语老师啊自己自掏腰包哦。来那个来处理的，是不是哦？哈，哦，我们这个处长啊，有时间啊，哦，会后啊，这个定期会后，你召集哈，哦，一次座谈会，把我们这个南投县在平地啊，在这个教我们这个母语老师啊来举开一个座谈会哈，哦，来了解一下哦，他们有什么啊需要我们协助，我们介入来协助的。啊，需要我们来检讨改进的，哦，我们来了解一下，好不好？好，谢谢。拜托我们所有的中小学的老师，对于母语的课程要重视。第二点，我们会马上立即召开，请母语老师来反映他们的心声，然后来解决他们的需求。谢谢。好，谢谢。好，继续，我们请廖子佑廖议员补充说明。感谢我们的主席。我想，来，接下来来延续我们廖志成议员吼啊，都想说讲的吼，咱一寡校园吼，这个毒品的一个泛滥呐吼啊，我想这吼，包括咱即卖吼最近很夯，就是很大家在报章杂志一直在讨论的这个狼师的问题啦吼，我想这个都是我们教育，我们教育处我们要落实怎么样能够让这样的事件能够吼，哦，啊来好，哦，排除好，哦，包括讲吼，哦，咱一寡吼学生跟老师的这个关系，我想吼，哦，这东西人的一个道德的一个沦丧啦吼，好，哦，包括讲咱当然知影讲这个毒品泛滥，爱对源头好，哦，对贩毒的人吼，哦，能够吼，哦，很处以很最严厉的一个处分哈，啊，是讲吼怎么样能够把那个在源头哈来杜绝？但是呢，在校园校区里面哈，那么怎样讲？起码毒品哈，在有在校园进入校园哈，非常的泛滥，非常严重了哈。啊，我想吼啊，这个部分呐哈，刚才我们处长，我知道我们处长非常用心了哈。虽然说刚接我们的这个教育处的这个哈，哦，业务哈，哦，啊，真的也非常用心。我想，那这个部分你有没有说一套想法，怎么样能够在我们的校园里面，怎么样去管制说，知道说，我们学校里面的学生有这样贩毒，有这样吸毒，或者包括说这卖毒的嘛，有这个部分哈，哦，有没有一个方案可以来？好，知道来管理这样。是，好，谢谢廖议员哈，在这边跟议长跟所有的议员报告，我们目前跟地检署有一个合作方案，就是说我们要透过教官，就是由我们学校端来提供高危险的孩子，然后由我们教官，校外会的教官进入校园来跟孩子做访谈、做关怀。那关怀出来的一些结果，我们会由地检署就是来抓药头，我们会把毒品赶出校园，
就是说我们这个部分会积极来针对每一个孩子来了解他的源头。谢谢处长哈，谢谢了哈。当然吼，也希望讲吼，咱这个毒品吼能够远离校园啦吼。啊，我想啊，咱甲警方一定吼嘛爱有合作吼，能够将这个毒品能够吼不要让它能够远离我们的校区。那另外呢，我想请教一下了吼，咱即摆吼拄只咱廖议员在讲着讲那个偏乡的那个资源比较缺乏了吼，啊咱。这边吼、哦，希望讲有一些多设一些那个公立的国小，附设的幼稚园啦吼、哦。啊，我也记得伫去年吼、哦，那个我们草屯镇的那个一个国小新庄国小，那个管定某道校吼、哦、去做吼、哦、会刊，啊，因为学校有提出一个需求，就是讲因那个学区里面有很多。幼稚园的学生哈、哦，要来这边就读，啊，这个部分哈、哦，为什么到现在哈、哦，校那个县长都已经哈、哦，在校区已经口头上都有答应啊，为什么到现在都还没有去推动？那个是哪一个科长办理的呢？哪一个科长办理的？血管科。血管科哈、哦，那处长你请坐，好，你请坐。谢议员，谢议长。那关于草屯新庄国小，他们是有把增班计划报过来。那其实这几个月，其实陆陆续续都有国小，有包括邻近的北投、那新庄、那还有桥建等等，桥光，桥光、桥建都有。啊，但我们会评估它整体的一个生源状况，会再做个评估，他会尽量来促成。那哪时候我们可以？因为哈、哦，我知道这个。提说要增班是新庄国小哈、哦，他其实是去年就已经提报出来的。那我想哈、哦，他们应该有评估过这个整个学期里面的一个学生数哈、哦，还有说包括来愿意来这边就读的很多学生哈、哦，我想哈、哦，因都是有评估过，再提出这样的一个要求哈、哦。那我希望说学务处这边哈、哦，能够尽快给我们的哈、哦、提报的那个学校。有一个好的一个回应。好，谢谢，谢谢。好，继续我们请陈安利陈议员来。好，我们主席，还有我们第四审查小组所有的长官、各位校长们，各位电视关心县政的县民，好、大家好。我现在在后面。这就是我们南岗工业区每天在发生的事情。每天下午4点到5点，就会闻到很奇怪的味道。我在这边就叫我们稽查科科长，我现在打电话给你，请问偌久才会到现场？我们请科长到。谢议长，谢陈议员哈，那以目前来讲，20分钟可以到现场。20分钟到现场。对。那你们今年查获了几件？因为这一家我不晓得。是啊，我不是在讲这一家，我只是在比喻而已。你今年罚几件？你跟我讲一下。报告陈议员哈，那如果是有关于南岗工业区里面的。这个数字我可能要再查一下，有没有罚？有，几件？这个我要详细数字，我还要再查。有没有超过5件？空屋的应该没有，应该没有。可是每天都闻得到呢，为什么？因这卖家业者拢足巧的呢，伊刚刚给你排半点钟尔，排半个小时，可是。我们整个彰南路这一边，有时候是山上，有时候甚至到营北里，每天都要闻这些味道。现在更加巧啊，暗时九点以后更加白。啊，结果每天的欢迎，干哪？你讲三件啊？有没有包庇业者？有没有？包陈议员哈、哦，因为味道跟烟这种东西是瞬间的啦。
那是瞬间的。如果是一直，那这个问题你要怎么解决呢？我坦白跟你讲，你们稽查人员嘛做辛苦的啊，到现场了，伊嘛知影打几根牌啊，但是无法度的啊。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你跟我讲。如果是针对这种屡遭陈情的，我们可以主动排班的方式来处理，不用等到陈情电话出现再去。可是有时候电话不一定打得通啊。你坐，我请教我们局长。这地方要怎么改善？请局长答。刚我们那个科长已经答复了，就屡遭陈情的部分呢、啊这个，我们可以成立专案，这个事情是每天在发生的事情，然后罚三件。稽查人员也跟我讲说，他知道这是哪一间牌的。本席也跟你反映过很多次，你有没有办法在南岗工业区给我成立一个特定的地点？你所谓是要固定的地点，特定的地点就是说，还是不定期的稽查南岗工业区，像这类的事情？这个没有问题啊，这个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哪时候可以开始做？我们其实你现在讲，我们下礼拜就可以做啊，下礼拜就可以做了哈。就给我定点在南岗工业区，可以，好不好？你们自己闻到味道就去处理，可以，好不好？好，好，局长，你答应我了，可以啊。哦，好，谢谢。刚刚在讲偏乡，我们其实南投市才是偏乡。这是我们南投市某间学校的操场，也不是某间啊，这个已经不知道是跑道还是操场了。我不想要讲是哪一间学校，我怕影响招生。但是因为操场这样子，已经三四年都在办园游会，不是一间哦。我不知道咱闽店的这些校长，恁的操场有安尼无？有安尼，请举手一下，好无？有无？哦，看不到几个哈、哦，这个我不知道。我看到这个数据呢，让我很讶异。一百零一年呢，因为操场受伤呢，运动广场受伤的37件。102年72件，103年193件。处长，我知道你刚来，不要紧，我袂问着你。193件，一定要一天挂死人的时阵，你们才会去重视这个问题吗？这个东西已经反映很久了。蔡科长，你有什么想法？局长，还有我们陈议员哈，非常谢谢陈议员针对我们校园操场跑道的关心哈。那一张刚刚秀出来这一张，我也知道说哪个学校。那特别我们这刚刚议员也特别讲说，大概有我们也大概有这个首学校大概有2-3年没有办到运动会，那这一部分哈、哦，我看到这个我也非常心酸呐、啊。我也曾经私底下打电话跟传赖给体育署的承办科科长，因为这一所学校常常在媒体，就是有一两次有在媒体，大家很多有人在关心。那我们也非常极力在争取。那特别我们今年度哈、哦、也会提前瞻计划，因为这一所学校好像，这个跟前瞻计划没有关系呢。你马克帮忙哎、嗯，提这45项来的有包含这个吗？你要怎么解决？你跟我讲。就是说，假设了哈，中央哈，就是我们体育署没有核定下来，那我这边会特别。我跟你讲，科长，我拄则都跟你问啊。迄天去中办的时，你哪有来去开会？你跟我讲，你也无用。人嘛讲过啊，去年补助的所在嘛是看咱县政府排名1、2、3，像这严重的，
还是鼓励以后我们都不要运动会了，就全部都办圆圆会。啊，蔡科长请坐，来，新来的处长，李处长，这地方要该管，你跟我讲。跟议员报告，我专程跑去台北找体育署的主秘，我跟主秘说，你亲身来给我看过这个国中，啊，这个囡仔呢，够体育。他怎么回答你啊？他跟我说他要帮忙，然后他跟我说他排第一，然后我又遇到体育署的署长，我跟署长说，署长，我来自南投，你一定要帮我，我们的学校真的有很多状况。我当时也在处理后事，我给你时间没？你搞我讲时间。我去体育署罚站好了，看他要什么时候给我。你别在那里搞我回答，你多久的时间搞我处理后事？难道在别人那里？不是啦，你这样子的话，那受伤的学生怎么办？要告吗？要申请国赔吗？当时也是好好处理后事，你搞我讲者。我会再去体育署，我会不断的去。你给我一个答案嘛。我想我们南投也有立委啊，对不对？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答案？我希望今年我那天去开会，他跟我说要这个要台风期过后才有办法这样算。去年就在讲了呢。是，你今年有好多高处理？我今年一定去争取。两间哈？两间，刚刚不是一间？不是啊，你连哪几间都不知道，我是不想讲。我知道，我不敢说出来。我知道是哪一间。请坐。今年给我处理好。是，谢谢议员。哦、议员，你要帮我。我会帮忙你啊。你要帮我、哦。请坐。那个，再来，蔡科长，今天还是给你继续表演一下。你今年，我们体育场的这个网球场的这个灯啊，你去年的时候，32颗大概坏一半，我跟你反映了以后，今年3月份，你去换了。结果现在要坏6颗，我请教你，那一颗灯泡多少钱？一颗7500。一颗7500吧。是，哎，有没有保固？就是因为我们目前有没有保固嘛？保固我可能要再查一下啦。你上好你跟我讲，你不知道有没有保固？我跟你讲，民众在那边打球是有付钱的哦。哦，我已经一而再而三跟你讲这个问题了。哦，你民间问题出在哪里，请你去解决好。好，因为大概这一部分大概是在最主要是在线路的问题啦。线路的问题，那你今年可以解决吗？以目前哈，因为这个经费比较庞大，嘿啊，就是说只能够。你看该算的要多少钱？你甲处长讲，无你甲县长讲啊。好。哦。好，不要在今年再让我问你这个问题了。好，哦，请坐。我一个朋友，南投人，做这个远红外线的束腰带，现在糟了啊！我们的卫生局，我请问我们医政科科长。你今年有没有罚过人家钱？有没有？去年跟今年。谢谢议长，谢谢议员。今年去年一整年我们有罚了29件。29件总共总金额多少？24万多。24万多哈，请坐。来，这个药政科李科长，去年甲今年你拢总罚人偌济钱？谢谢议长，谢谢陈议员哈。那去年的违规广告总共处了103件，罚了142万元。142万元。对。103件罚了142万元，包括化妆品。包装化103件罚了。不好意思，我实在是记忆性不好，你再讲一次。去年的那个药物违规裁处63件，罚了101万元。那化妆品的违规广告裁处48件，罚了41万元。是，好，请坐。食品科呢？去年到今年呢？谢谢议长，谢谢陈议员。
我们罚了263件。哦，最近总金额将近1000万。将近1000万哦，恁敢是偷税啊？来，请坐。保健科呢？谢议长，保健科裁处烟害防治法违规案件186件，那裁罚金额61万1700元。61万1000多哈，好，感谢你。我这里朋友做这一条远红外线，公告内底讲贿赂就通啊，贿赂就通啊。你第一届改连并罚3件，你给我罚20万，带2件22万。结果申请人去申诉了，你给他3件都给我罚20万，你敢去偷税？人爱吃枪呢？难道人是安尼让恁母的吗？你莫坐伫遐，莫甲我讲话哦。你讲花100出头万，这里都占80万了呢。伊是甲你有仇哦，一个树袋而已呢。一个树袋不是给人吃的东西呢？难道我来这给你拜托吗？人家22万去给你申诉，你是看他不爽吗？罚他10万。我想要今天又提出来讲，你说可以照2个案件40万下去罚，你有通知业主这样子做吗？我民意代表是干什么的？李科长，你给我站起来！上一次你来我服务处，我跟你讲话的时候，你连看我都不看我。我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议会被质询。一般的议员你都不理了，普通的民众你会怎么理他？给我站着，站到时间结束。局长，你有裁量权的人，我也跟你反映那么多次了，一定要我今天来到这避免，你才会爽吗？60万敢不是钱？80万敢不是钱？他连回来南岛都不回来了呢，你也跟我说一下。我说几十次了，你也打电话给我说，叫我没再说了，我动不了呢。一个袋子，他说绑起来会塑身，这样子也被你们罚，贿赂通啊嘛被你们罚，对不对？你可以有裁量权，就原案办理，20万继续给他罚就好了。我讲了，我真正我今天要说这呢，贿赂看会通无呢？你这个如果可以把他裁罚低一点，尽量裁罚要低一点，这个根本没有怎么样的一件事情，局长。可以吗？啊，谢谢议长哈、哦，那谢谢陈议员您关心哈、哦，这一件可不可以？啊，这部分哈、哦，事实上是其实哈、哦，这个他的违规的这个产品的话，依照规定，他是向卫生福利部食药署去申请广告的许可，但是他这个厂商就是说，不是啦，你原本罚他22万，你为什么改60万？但是哈、哦，我跟陈议员您报告哈、哦，就是说他的违规的太阳是。由外县市查获到，移送到外县去来赔。本地赔22万，想要改60万咩？对，然后他现在是有一行为，但时间点被查获到的时间点是不一样。如果是有利不利的部分，我们在做行政裁量的时候，都会考虑到业者的立场。可不可以重新再裁量？对，再好好想一下，所以说这个。我记得这案子应该是这业者也有他不服我们的行政处分，也有向卫生福利部去申请诉愿。啊，你有裁量权的人，你可不可以原定原裁罚呢？打那个陈议员报告哈，到最后另外还有一件的部分，我们有行政裁量权。知咩？嘿，我们已经。我知啦，你后边本来要罚到100万，你无甲伊罚咩？我即卖是讲，
压六十万，你也使变作四十万无？你跟我讲的。事实上是跟议员报告，他是有那个一行为一法的问题啦，就是说他被查获到是不同县市卫生局。啊，你原本罚他22万的、啊。当然，那是因为是不同的时间点，还有不同的被县市被查获，所以会有这样的裁量。今天很多校董在这边，我不浪费时间，我总咨询再跟你讨论啊。是。好，请坐，谢谢。好，我们感谢我们陈议员。继续，我们请石庆龙、石远补充说明。啊，议长、秘书长，还有我们第四审查小组的各位局处、各室主管哈、哦，大家辛苦。还有我们后面列席的各位校长。首先我请教一下李处长哈、哦，您上任到现在多久了？4个月而已嘛，哈、哦，4个月嘛。我请教你原住民教育法，原住民主教育法第25条的内容大意是什么？这个我要再查一下。不知道哈、哦。对。没关系的。是。这个大概刚刚廖议员也大概提过哈、哦，就是我们原住民的民主原住民学校哈、哦，重点学校教育班啊、哦，教师的禁用比例。啊，一定要不低于1/3嘛。是。哦。是。我想请处长哈、哦，当然4个月不是很长啊，但是对原住民族的教育这一区块啊、哦，我想你啊一定要赶快去把它接上来哈、哦。是。前彭处长啊，前任的、啊、哈，啊，在这个部分啊，经过我们三位原住民籍的议员啊。要求啊，啊，在104年到现在，哦，已经有推动一些啊，包括我刚刚请教你的这个比例的，哦，这个在107年5月7号以前嘛，就是在修法之后5年之内一定要弥补到这个比例，符合这个比例嘛。是。所以。我希望你不要说，啊，前面的处长走了，然后后面立德公不知道，啊，然后就没有再继续推啊，因为这个是法律的规定啊，是，你不能说南投县有别于其他的县市，然后对这个规定没有去啊遵守，是，哦，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希望说处长。哦，你一定要在这个区块赶快进入状况。另外就是说，我们原住民的原住民主学校、原住民重点学校，我们本县有几家？那不知道哦。所以这部分真的你还要再用心一点哈。再努力。底下我们科长。啊，当然今天是第四审查小组而已啦，哈、哦。总咨询的时候我会再继续哈，啊、哦，更深入的来跟你探讨，啊、哦。先报告议员，我们国中的原住民老师有76%，国小的部分有46%，严重不足。那我们有指示科长这边要针对原住民的老师另外来招考。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哈、哦，刚刚已经讲过了，从104年我们，啊、哦。就任第一年，我们三位原住民籍议员就针对这个问题，啊、哦，一再要求处长，啊、哦，我们教育处跟县长，就这个部分一定要，啊，赶快来，啊、哦，达到这个标准啊，哦，谢谢。另外就是说，关于我们前面啊、哦、也有设置我们南投县的啊、哦、原住民主教育审议委员会，啊。哦另外，中小学的主语的远距教学，嗯、我相信你可能对这些都还没有去啊知道说前面在推的一些啊措施啊什么的，是，所以我很怕说到新任的上来以后又中断了，是，所以我在这边先跟你谢谢做一个提醒哈、哦，是，希望您把这些。相关的，赶快做一个准备啊！在
19号啊、哦，这个我们总咨询最主总咨询的时候，麻烦你提供给我一下，好不好？好，哦、谢谢议员，谢谢。请坐哈、哦。另外就是说，关于我们环保局的部分啊，一定我感觉这周边那边啊，尤其环保局哈、哦，今天服装穿了上好，上整齐，爱甲鼓掌者，啊不，爱甲鼓励者，哎。大家拢西装笔挺哦，这表示对议会的尊重啊，哦，所以特别过来警告我们局长一下哈、哦。这个事情当然是发生在上个礼拜，哦，那我们日月潭的这个水质啊，突然有一些异状啊，哦，那也经过日管处啊、哦、自来水公司跟台电，还有我们环保局也派人去做会勘了哈。哦但是啊，我是觉得说日月潭这个罪啊，是牵涉到大概至少有十万的我们周边乡镇居民的饮用自来水啊，所以这个水质的这个检验啊，跟它是不是符合标准啊，我希望环保局要更主动一点。你刚去会勘，科长带一个科员，安尼让其他的单位。遐济人，啊！恁两个安尼害害啊，安尼，哦，密度边啊，你是南投县的这个环保局的代表呢，哦，所以讲这个部分的话，后面我也跟那个科长讲，我一定会跟局长来反映，哦，后面我希望说这个环保署在那边做的监测点有一个要移到那边，或是再新增加。另外，我请我们环保署爱伫担当咱监测，也是讲检验咱南投县所有的污染，包括水质的部分，爱较主动，爱要更积极一点。大家拢啉这个水，你唔知有啉到也无啦。啊，阮那啉到40-50年了，到底有没有什么病，我也不知道啊。哦，所以这个部分拜托环保局哦。后面应该这个礼拜五那个环保署要把他们上次检验的结果公布出来嘛，会不会对外公布还是只提供给我们环保署环保局这个部分的话，我希望把这个检验结果也给我们啊给我知道，让我们当地的居民啊能够排除疑虑哦，能够安心的继续来使用这个自来水哦。另外就是说，有关于这个后面，你们要主动，真的要主动常常去做检验啊、抽验啊，尤其是这些，包括两座污水处理厂，还有一些公共跟营业场所，哦，他们自行处理污水，然后排放的源头那个部分的水质到底放流的这个标准，放流的这个是不是和啊，规定和标准，你环保局你袂使常常讲哦，徛到边啊嘛，对吧？任凭日管处的委托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厂商，伊讲标准就标准，讲无标，伊嘛伊从来毋捌讲无标准的啦。哦，即你讲一个咱环保局爱做一个公正的检验单位吼，即、哦、点在这边再拜托一下我们环保局长哈、哦，谢谢。谢谢局好，我们感谢我们石远。那洪石远的指示吧，那环保署要加强啊，不然中午我们一位请客吧，好不好？啊，是。继续我们请啊，我们张伟华张远补充说明。议长，秘书长，还有各位第四审查小组的主管，还有各位校长啊、哦，还有记者兄弟们。大家早，那个我们把那个打上来一下吧。这一次哈、哦，那个我们跟县政府啊一起出国、啊，为我们南投县哦拼光光。那我们还有石信龙议员啊一起代表我们跟我们议会啊一起去。那这是目前呢、啊，我们南投啊上国际版，在 Queensland Australia 就澳洲啊。澳洲现在上国际版，那上第二个好不好？
澳洲现在目前呢、啊，跟我们一起缔结姐妹市啊，这看到哈、啊，在 Sister City 那都 Share Your Love in Eastwick Visit， 我就教育我们的李处长哈、啊，目前哈、啊，在我们这一次跟这个 Eastwick 缔结姐妹市的过程中啊，他们很有意愿呢、啊，来一起跟我们来做交换学生呢、啊。其实在澳洲啊这个国家他们历史很悠久，我们这次有跟县政府啊议员们一起参访他的这个学校，他们全这个男子学校全母子学校大概都124年左右的学校的经历，是非常有传统的学校，包括他的这个人格特质教育水准哦，各方面都非常优秀，所以他只要从那个学校出来，学生呢、啊，一般都到 top 10的学校，在 Australia， 还有在美国，在我们南投地区啊，目前呢、啊，甚至在全国，我们没有一个学校跟国家另外一个国家，哦，有这种交换学生，就是一年过去，一年过来。我知道福伦社有，哦，我知道福伦社现在目前呢、啊，他会一年。来到我们这里，可是就只有一个家庭而已。那可是并没有在一个所谓的一个整个 city 哦，就是南投 city 跟 Ipswich city 哦，做个比方，来缔结这种学校跟学校的 exchange students。那我是希望啊，这一次经由我们这一次的这个缔结姐妹市之后，我们都全程英语沟通啊，哦，全程的英语沟通。那我想就教育我们李处长，你的规划上，你有没有这样的想法？请处长聊。谢谢议长，谢谢议员的关心哈。那我中兴国中每年都有学生去参访澳洲，那我们也发现了澳洲的确是一个非常适合去交换学生的地方。那教育处今年已经提出正式的计划给县长来批核，就是说我们要组成一个参访团去了解一下澳洲刚刚议员提到的这些学校跟这些资源，那未来希望有更多的交流，那教育处会来努力。哦，我希望哈，因为在整个国家来发展的过程中，哦，一定要有一些比较，不要说我们，因为我们是二线城市啊，就不比一线城市。其实我们要做的比一线城市更好。我们要头先踏出第一步，台北目前都没有，哦，新北市也都没有。我们第一个都市跟其他的国外的学校，在一年，哦，一年过去，不要说只是两个礼拜，那个学不到什么东西啊。你要做就做一年，一年过去，哦，一年过来，我相信只要一个学校，你要选择一个学校，看你觉得哪个学校比较好，那个学校将来一定会变成一个明星学校，你相不相信？相信，谢谢议员。对不对？包括台中的家长都会想要送到这个学校来。是。所以我希望啊，我们全把一些精力跟一些资源放在这上面。我们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只是把它变成一个能够跟这个学校做交换学生的。是。那个钱的部分，他那里的住宿通通安排好了，全都住宿非常安全，在校里面住宿的，所以所有警卫都非常安全的。那我们台湾部分也是一样，安排一个住宿的地方给他就好了。钱的部分由家长来付嘛，因为家长必须要送学生，就自然而然他那里是家长付送过来，这样子好不好？是，谢谢议员。这个是，谢谢。这个是我就要。另外哈，来下一个那个换一换答案。来下一个。之前哈，我们有讨论过南投国中跟彰化国小的共用的这个体育场哈，之前有说要做，后来的近况如何？目前。跟议员报告这个部分，我们真的是邀请体育署的主任
主任秘书来勘察过，我也亲自再到体育署去拜访我们的主秘，然后署长上任一个礼拜，我就跑去鹿港，他开会的时候亲自去找他，然后体育署的副署长来南投，我也亲自去拜托我们副署长一定要来帮忙我们的体育设施，那这部分他们都有承诺，但是公文上目前都是陆岸言议，之前有县长有答应过齁，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是有县长，不管他们有没有补助，我们都自己要做，是，这是答应的，所以你答应的事要做，不可以说你去拜访他没有结果就一直拖，这是第三年，我问了三年，是，第一年我上任就问，第二年上一年我也问，今年我又再问，好，我明年我还说要是你没做好再问，好不好？是，那个下一个影片好不好？这个你知道哪个学校吗？这就是南投国中吧？很像吧？好，很像。很像哈，这里你们哪一个科室知道站起来好不好？哪一个科长知道？南投国小啊，都不知道哈。我跟你报告一下，你们应该都连督学都不知道嘛，要知道站起来一下，知不知道？南投国小知道哈，因为时间问题，我跟各位报，这光华国小啊，对，光华国小是烂成这样子，这小孩子每一次都摔跤，每一次都摔跤，所以这个一定要，这个是下一个我要追的哈，每一次我都要追这个问题。一定要，你看有时间的话，这个礼拜就赶快去，好、哦、把这个事情提出来，我们要把这个所有水泥都水泥面铺成，好不好？是，好，因为这每次玩运动都摔跤，这很危险的，好不好？好、哦，谢谢，谢谢。好，我们感谢我们张委员。好，我们休息十分钟。
前的那个服装取消。嗯。请各位就坐，请主席宣布继续开会。我们继续开会，我们请赖燕学赖燕啊，欢迎。好，谢谢大会主席。我们第四审查各单位主管、议员同仁、媒体记者女士，大家早安，大家好哈。还有我们上面的各位校长，大家辛苦了。我想早上拜听我们多位议员啊，非常关心我们县民的健康，有关心我们的一个教育的问题，还有我们环境的问题，最重要就是我们文化力的一个延展。所以这个小组呢，可以说是南投县最具竞争力的一个小组哦。未来县长能够好好的重视这个小组的一个政策推动，我相信我们南投的一个这个竞争排行榜啊，一定会跃升。所以我就针对我们的这个教育来问请教一下我们的处长。我早上拜听多位议员哦，在关心我很多的一个案件，不只是教育，还有毒品的问题啊。但是我听了以后，我发现处长，你来当我们的反毒大使更适合哎，嘿，在这一方面你相当的一个专业了哈。但是我一直认为说，教育要专业，做事情要有能力，办事情要有方法。我们常常在讲说，我们的教育是何等神圣的工作，我们让我们的孩童的教育不能输在起跑点。我们每个人都会讲说，不要输在起跑点。重点是我们要带给我们的小孩子什么，给我们的学生学些什么东西。所以我想县长是借重我们李处长的一个专业来带领做我们教育的领航者，所以我很想听听一下说我们的李处长来到我们南投县，你的教育的一个理念是什么，可以简单讲一下吗？你要如何带领我们南投县的教育团队，处长简单一下好吗？我们请李处长答复。好，我们谢谢我们的主席，谢谢我们的赖议员哈。那我想教育最重要的就是以孩子为中心，那发展孩子的能力是我们最重要的使命。那怎么样可以发展孩子的能力，就要靠每一位老师，每一位校长，有很多的方法，有很多的课程，有很多实质上给孩子机会，孩子才能够发展他们的潜力。我想第一点就是要发展孩子的潜力，第二个是要让孩子快乐学习，就是说怎么样让教学方法、教学课程有一些提升，让孩子可以在比较活泼、比较有激发他的好奇心跟他的动机来学习。所以这是我们要提升课程一个很重要的使命。那第三，我们要加强竞争力，就是说我们除了原来的基本能力之外，我们怎么样能够让孩子的各方面的竞争力更强，比如说让优秀更优秀，让平凡不平凡。所以我们要推动不凡计划，5000个老师带动5000个孩子，一定要每一学期都让这个孩子有特别的表现。那每一学期有5000个孩子，那我们的整体就会有很大的提升。好，那个处长，我听半天哦，我只有听到这个比较空的东西了哈。你真正的方向、你的目标、你的方法、你的做法，我倒是没有听出说你要怎么具体的在做了哈。过去我们南投县有说，我们一校一个每个人一个乐器，那一校一技艺培养孩子的技质。那
处长，你到南投县以后呢，你想要带领我们的南投县的团队啊，如何走？你刚好有提到说要培养孩子的竞争力、思考力。其实21世纪的一个关键力就是培养孩子的思考力跟他的解决力，还有三创，也就是说要让孩子有创新、有创造、有创意的表现，让孩子呢在未来的职场上能够有新的一个立足点，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我还记得说马云曾经讲过一句话，我们不要一直跟昨天比，也不要一直跟今天在意比，今天24小时马上就过去了，我们未来要比的是什么？我们未来要比的是未来如何跟别人竞争比。所以处长，针对这样子的方向，我想要请教处长，南投现在今年我曾经参加过创客教育的成立，让我非常的感动。创客教育就具有这么多的精神，培养孩子的思考力、解决力，我们的创意创新跟我们的创造，包括县政府社会处现在都媒合我们的一个这个创客基地，未来我们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启发也有待于我们的创客基地。所以创客的精神是什么？处长，你认为创客的精神是什么？是创客第一个，首先他要动手做，就是说他要借由实际上的操作，他才能够有一些新的体会跟学习。第二个是借用资讯，我们的动手做现在不只是徒手，比如说以前的木工，比如说以前的堆叠。好，处长你讲到重点，资讯，我们的创客就是要让我们的孩童动手做，是我们在做中学，学中做，让孩子启发他的思考力。所以我要请教一下，南投县的创客中心在哪个学校？康寿国小。康寿国小是。好，你认为创客重不重要？是重要。中央有补助450万，今年教育处有在挹注多少钱，你知道吗？你知道吗？这个我不太清楚。我希望说教育处能够重视这个区块，把我们的创客的这个教学能够好好的延展出去。南投县很多所学校在做我们的志高，南投县有很多很多的优质的校长团队，像我们的机器人的这个展览，我们的北媒国中是赢得亚洲第一名的一个学校，是，你知道吗？知道。校你知道吗？知道。全国第一名是哪个学校你知道吗？全国第一名我们南投县哪一个？是吗？刚刚讲是北媒国中，我们县内是北媒。是。所以处长你用心一点，全亚洲是北媒国中第一名，全国第一名的机器人展呢设计的是在我们的埔里国中，所以由此可见我们的创客多重要。那创客的这个教学能源呢，能够让孩童找到兴趣，我觉得这个就是符合我们12年国教，让孩童有一个专业度，有一个技质，启发他的一个思考跟创意。所以我们的创客基地在我们的康寿国小。我再请教一下，生命教育中心在哪个学校你知道吗？南光国小。南光国小。品格教育中心在哪个学校？德兴吗？哪里？我记得是德兴国小。哦，不是，在我们的埔里国小。我们的补救教学中心在哪个学校？民间国中。民间国小。国小。哦、国小。好，是。我们的记忆教学示范中心在哪个学校？中兴国中。今年中央补助多少经费？不好意思，这经费我要再查一下。好。这个中央就挹注450万的经费，是培养我们的技职学生，不只会读书，还要会做事，还要有企业的这个专业知识。我们的英语教学中心在哪里？在哪里？营北国中。营北国中。是。我们的幼儿教育中心在哪里？平和国小。平和国小。嗯。好，校长，那个处长，你要把这几个这个教学中心能够了解，你才能够去推展南投县的教育如何去延伸做发展，重视我们每一个学校校长所带领的团队，这样子才能够提升我们的竞争力。所以我刚刚一直听到这个处长啊，你在这个专业度的部分可能要再加强一点点，然后谢谢。因为现在的这个创客教学呢，能够带领学童有更多的兴趣，像贾博士啊，贾博士的这个 iPhone 这个大企业主，还有我们的微软比尔盖茨，他是用车库的一个这个创意理论能够延展出很多的想法，成为现代经济的大企业体。所以由此可见创客有多么重要。你今年要打算要将我们的创客如何带领，你可以谈一下吗？
跟议员报告，我们南投的资讯创客在全国是非常有名的，我们知道各个县市都来我们这边参访。那今年呢，我们会借由请乔光还有我们延平国中的校长林孝虎校长，我们的团队一起来努力，我们会更积极更努力来办理。好，处长，我是希望说你能够当我们每一个团队校长背后的那个推手，是不管是在经费上，在我们的人力上，都能够多予挹注，多予协助。好不容易争取到我们的创客教学，希望这个能够翻转我们南投县境内的教育的未来，所以我希望这个处长能够重视了吼。那早上有听我们的处长在谈很多是防堵的，我想防堵的部分我总咨询再跟你探讨。像现在有很多的闲置空间，包括我们的车城国小现在并校以后 是闲置在那边，未来要如何发挥它最大的一个效益，有打算怎么做吗？跟议员报告，我们已经有三次的会刊，第一次会目前的目标定在哪里，要怎么做？跟议员报告，我们目前呢是活化，是由车城国小的二楼直接打一个空桥到后面的山坡，然后连接。处长，你现在整个车城国小的闲置空间，你的定位是要做什么？是要做日照中心呢，还是文化园区呢，还是我们的艺术中心，还是教学的园地？你要怎么做？是你要怎么做？文化教育创业园区，我们欢迎青年。什么文化教育创？对，因为我们希望它是一个创客中心，我们也希望它是一个青年返乡的一个营运中心，所以我们现在已经请县公司定位在哪里啦？我要知道你的功能是定位在文化园区呢，还是在创客中心呢？因为它是教育的一个用地，所以一定要有教育用途。但是我们希望说，当地的处长，我据我所知啦吼。你是想要把它规划成文化园区啦？是，整个教育的文化园区是在我们文化局主管了哈，所以这个可能有这个行政上的一个沟通的一个管道，包括那个地方做文化园区，我想也不是很适当，所以你应该要再三思。我觉得这个很多的政策下去哈，会影响到我们后续很多的一个问题啦。所以处长，我一直要听你的。对我们教育的一个带领跟眼光，到底是要带领我们南投县的教育往哪个方向走，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哈。我想你目标要能够明确，让我们180几位的办学的校长能够有方向依循，那做起事来才能够事半功倍。你不要目标茫茫然，校长也不想要办什么，方向都不清楚，所以这里做那里做没有一个亮点。我希望这个处长这一方面要加强，好不好？谢谢。好，谢谢处长您请坐哈。谢谢。那借一点时间请教一下我们的卫生局长，我在这个上个会期有谈到我们的长照所，因为现在长照2.0上路到现在啊，我碰到很多乡亲要申请的部分，不管是私能的还是我们的社会福利的，都会有很多的盲点，所以折合成我们的长照所的成立，去年跟我讲说4月份就要开办了，但是显然到现在我看到还没办法，大概什么时候可以成立？局长，你简单就好，大概什么时候可以进驻？好，谢谢主席简议员，好，谢谢赖议员您关心长照所的一个成立哈。那我们从今年初开始的话，就开过3次的会哈，那由洪秘书长主持。那会中目前是已经场地已经选择在资讯大楼2楼的部分都已经了。对，我知道局长，我们已经有进驻，但是什么时候可以开正式的？那按照我们的程序，因为牵涉到组织的一个机关的一个成立，然后必须要有那个组织规程的修编等等。好，没关系。所以明年的1月，明年的1月1号，对，议定大概议定的那个程序了。不过还是要报全序部跟考试院核备之后。好，我想说要请那个局长快速一点，因为6月马上上路，有很多的一个问题，包括申请的案件可能会有多头马车。那很多的县民也不清楚我们的长照资源是什么。我在第一审查小组也曾经跟我们的处长反映，处长希望说马上来做，也就是说我们的长照1.0。2.0 到底是做什么东西？我讲个笑话，我问乡亲说长照是什么，他们只跟我讲是 ABC。 我在问他 ABC 是什么，就是伽马点，伽马点，好，伽马点是啥？不知道。所以在社区据点哪里可以大力的宣传，包括我们的资源的连结，赶快印成我们的手册，在我们每一个乡镇邻里都能够每人一本手册，让我们中央的资源快速连结到地方。我想这个是迫不及待的，很多乡亲不清楚，这是我的要求。希望今年的总咨询之前要赶快汇整资料，赶快来做这个统合，好不好？
我知道这个长照是中央没有补经费，我想应该再讨论一下，看怎么来印我们的 DM， 让乡亲更清楚。好，那最近呢，电视上我们看到那个诸葛亮大肠癌，让我们大家闻癌色变了哈。所以我想要针对这个问题请教一下局长，您请坐。因为这个大肠癌的这个比例啊，我请教我们那个哪一科的那个保健那个什么什么保健科长哈，科长，我们现在目前呢哈，我们的这个科是在推动我们的防癌的一个筛检，大肠癌的比例是怎么样？目前啊，请郑科长。好，来，我时间有限，快说吗？好，谢谢主席，还有谢谢赖议员。我们目前中央我们卫生局在十三乡镇卫生所积极的在推动。科长，我只请教说，大肠癌你筛检以后，今年度的比例是怎么样？你有没有做这个统计？有。在105年度，我们大肠癌筛检的人数，县内总共有24788人。死亡人数多少？确诊人数是39人，然后死亡率的话是在我们南投县是占十大死因癌症死因的第三名。所以你没有去做这个效益评估比嘛？你整个筛检以后，你要去看我们的这个评估，我们的这个指数到底有多高？目前癌症第一名当然是大肠癌，大肠癌跟饮食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在这个保健科的这个筛检凸显重要。所以你目前你的配合都是我们的卫生所嘛，对不对？透过卫生所宣导，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哎，还有医疗院所跟我们的社区。好，就是医疗院所、社区、卫生所。那你还没有再开发新的亮点出来？有，我们也是。你的亮点是什么？我们亮点是哪里？我们除了、就是、科长，我跟你讲了哈。我在看资料，我们104年大肠癌死亡的总共有5687人。从这个数据里呢，让我觉得非常的一个可怕。那在保健科所扮演的角色更重要，尤其是最近的大肠癌发生率相当的高。那你的癌筛呢，你应该要加强宣导。除了卫生所之外呢，你可以透过我们的社区、我们的据点、我们的村里活动的推动来做。我前几天有办好几场的这个宣导，我心里比较不舒服的是，我们在办宣导，卫生局要搭我们的顺风车，我们的科长竟然发文给所有的卫生所，我们要办的活动你就来宣导，我觉得有点没有受尊重。哎，科长，你要办可以，但是你要知会我一下，所以会排挤到我宣导的时间。我觉得这一点尊重应该要彼此互相尊重一下，包括癌症筛检的筛法，这个乳筛车一台出去最起码要20人才能够达到经济效益，所以你要努力认真去找出这些人来做筛检，让我们的国人能够透过筛检能够健康。那在我们的保健的部分，也希望说科长能够多用心。我发现之前的做得还蛮不错，最近好像很少听到保健科在推动的业务，好不好？应该要主动开发新亮点，不要依求过去的只有卫生所在做，那永远就是这些人在挨筛，那有太多人不知道资源怎么运用。我希望说国人县民的健康有赖我们卫生局。那局长很认真，尤其是局长在今年度成立有这个网络验证啊，还有我们的这个自杀的赖在一起的这个族群，我觉得相当的有意义。那局长在卫生局这个区块呢，是想尽办法将我们的卫生医疗体系资源能够下放到每个人都能够使用，我觉得这一点是值得鼓励跟肯定的哈。那我其他的问题总咨询再请教我们的各科室哈，谢谢。好，我们谢谢赖议员哈，我们请豪门科洪议员补充说明。啊，感谢主席哈，啊，江议员哈，啊，而且是不是本席是不是先来麻烦着咱主席哈，先啊，请咱草屯国小的陈校长来个会场一下哈，啊，你要搞进程哈。嗯，草屯国小陈校长。啊，你还没搞进程哈，你这样吼，本席先来请教着咱体健科哈。咱的科长吼，蔡科长吼，啊，咱过去咧，咱南投县体育场咧，是毋是咱的管理员吼是安怎来摆起的？体育场目前就是由我们一个简先生来担任，哎，就是只有一个啊，另外有一个就是用，人力方式来聘这样啦。就是平常就是外包嘛吼，哎，对对，好，就是外包啦。啊，但是你即摆有思考讲？咱南投咱的棒球场，啊，咱郭董甲咱赞助棒球场吼，会知嘛？咧讲起，啊，要来落成啊！啊，一个棒球场遐尼好，遐尼大咧，
啊，咱到厝这边咧，啊，敢有开始咧筹划讲咱的管理人，啊，要安那管理人，要安那配合？我们目前哈107年，我们会来提一个新兴计划，就是说人力来增，就是增加一名，就是类似有专责人员在处理的。我们目前有这个。你讲107年，还唔够明年呀？哎，就是今因为那。啊，你但是你今年棒球场就落成啊咧，啊你落成当中咧，比如讲你若后个月你落成，在半年内你完全拢无管理人的时阵，啊这棒球场变空空，无人管理。这个问题，你比方讲用年度来算，年度你若讲今年已经到12月、11月，啊，你讲明年哦，拖成个月啊，啊，半年内的时间嘞，这个问题嘞，你一定爱速速吼，甲咱处长吼啊来研究，看要来办理随时吼，啊，要来用一个临时也好，啊，是讲要安怎调配人员也好，这一定爱随时处理啦。开遐尼济钱嘞，开遐尼济钱啊来做一个棒球场，啊，无人管理的时阵嘞。那物件啦，无用就紧歹啦，无人管理就紧歹啦。所以，这本身吼，啊，甲你报告吼，啊，你这一定爱随时，啊，甲咱处长咧，随时来研究咧，看一定棒球场落成的时阵，就是要有管理人伫遐来管理啊。你若临时无多咧，看要安怎用体育会，要安怎临时来调配，一定要调配好。处长，你有问题无？请出大头。就有管理员。好，这样、啊、谢谢请坐哈。陈校长嘛哈，陈校，啊，而且哈，本席嘞先来请教一下咱处长吼，啊，在哩咱遐一个月前啦，遐一个月前吼，咱那草屯国小有来提报，讲因学校有霸凌事件无？有向咱教育处来提报草屯国小有霸凌事件无？你随甲我查一下来。请处长答复。草屯国小没有。没有。对。你确定哦？确定。校长，你顶个月咧，才一个月时间咧，咱学校的囡仔咧有受到霸凌无？请你甲本席回答出来。请校长答复。学员好，我们黄议员，我们上个月我们学生有受到就家长他不是算是霸凌了、啊、但是他是在孩子在他是特教班的孩子，那么在过程中有一些算是好听好听囡仔吼冤家相拍拢会啦，但是这囡仔是逐天去和遐囡仔拍，安尼咪叫霸凌？啥叫霸凌？你甲本席回答一下。这件逐天和人拍。虽然是特教班，逐天互拍，尤其是这个囡仔等于到厝，因阿妈是隔代教养。你到西园区的时阵咧，每一天都看到，园区内面乌青就烟灰。到有一天咧，伊阿妈挡袂住咧，来到伊的学校，来到伊的办校教室的时阵，伫外口边遐，现场看到伊的孙啊，互两个拍到安尼。阿嬤是目屎流目屎滴，整天沒睡，你敢知道？還隔代教養呢，他多不甘，你敢知道？阿嬤的孫去用打，每天洗身軀就看那烏青一帶，那煙花一帶，阿嬤擋不住，偷走去學校咪在那裡偷看，結果呢是固定囡仔在打，每天打算這樣不叫霸凌嗎？是安怎？你无提报？报红叶。啊！你搞我东西，你真正乱来，霸凌事件这严重，人传话呢，这严重，这附近的安尼，目睭的睁睁骨没办，落去你爱泡水才甘愿的。阮的机啊吼，总传着迄囡仔的相片，是啊，看到足唔甘的啦。实在讲的啦吼，本身今日本地是吼，无要坐伫遮的啦，但是看到这今日这机啊啦。看到这个囡仔，目头目睛了，牛在遐啦，伊阿妈逐天安尼哭，看到家己的亲孙啊，宝贝孙，去学每一天去到学校就去学囡仔拍，你甲看，这个阿妈敢会唔甘？伊敢敢甲这个囡仔搁送去学校？既然你讲这面霸凌，
啊，恁敢有甲关心？恁敢有每一工派人去甲关心，派人去甲保护，派人去甲囡仔讲？恁敢有够做到？包括黄议员，这个部分我有也跟阿嬷也谈过，也了解过。那么也请我们主任跟老师都有随时在留意这样的孩子。那阿亮，我跟你讲啦，我知你嘛足认真的办好，我知。但是你无看到讲这小小的囡仔，因为这唔明两个冤家，你敢知？唔是讲咱坐伫遮两个冤家嫉妒，甲猛一个甲拍一个，唔是安尼呢？是每一天哦。所以安尼叫百二啊，咪百二，你甲本社会答做，每一天这个固定吼，迄几个囡仔甲修理。这种情况算百二？安好听，你有听到无？没有。包议员，我这个事情我第一时间了解之后，就马上做处理。那么处理到尾嘛是安尼啊，嘛是继续搁安尼啊，就是继续安尼，阿妈敢会唔甘啊？对不？你第一个时间你处理不好势嘛，一时间你就处理不好势。你甲想讲吼，要甲物件甲暗起来，卖互公开处理，卖互大家人知。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但是这种袂用讲小事化无事呢。伊这囡仔人拍惯势、低度惯势，伊当作讲相拍，甲拍是好耍的呢。这大兴业，你敢知？这个回去，这个回去。那你的孙仔去用啊？你敢挡会掉？那伊我绝对挡袂掉。伊个隔代教养，迄阿妈逐天安尼哭呢，敲电话我是安尼哭呢，你敢知？伊讲的。囡仔就安尼落咧可怜啊，去到学校学无侪面无要紧，搁去用拍，搁咪拍一遍，逐工拍，逐工甲修理，伊修理真好耍啊，伊会哀叫啊，啊伊就感觉真欢喜啊。校长，真正啦，你爱为着学校所有大所得幼稚园也好，甲人也好，每一个学生你有一个责任啦。我伫遮嘛，拜托咱所有咱遮校长吼，恁大家咧办校，我拢知足认真嘞。但是咧，麻烦恁伫学校咧，甲遐小朋友，每一个小朋友拢总当作是家己个囝，安尼就成功啊啦，安尼学校就安全啊啦。莫吼，甲想讲迄无要紧，发生代志甲来说，发生代志甲来安，莫互人知就好。拜托恁啦，校长，我知你真用心啦，但你即件就处理无好势啦。我相信讲哦，我今日伫遮，唔是讲要针对你啊，真正讲，甲所有的校长拜托一下，甲每一个学生当作是咱家己的囝、家己的子弟，安尼就较疼惜，安尼我相信咧，咱国境学校咧一定真正快乐、真正幸福啦。校长，这件代志拜托你，当伊到学校咧，一定爱随时来处理咧，随时来处理，随时不管是咧来到教处配合这件代志，处长。不管是吼，这件代我一定阁甲你问哦。是，我一定会敲电话关心吼。那如果阁有本事了解的，这个囡仔阁去用拍，我甲你讲吼，我绝对无放因耍。吼，我绝对无放因耍。是，一个囡仔来到学校，足可怜啦吼，迄阁一个阁无真甲咱平常人同款啦，唔好阁互欺负啦，好不好？好，谢谢洪议员，我回去会马上处理。拜托你呢，唔好讲公共阁无呢。跟处长跟议员报告。哦，谢谢。请你回座了哈。处长，哎，这件问题呢，问你有法度处理无？我们要请所有的校长对疑似校园的霸凌事件要组专案小组，要有导师，要有辅导人员，必要的时候，我们这边的专业的諮商人员、心理师都可以进驻。哦，安尼嘛，我讲拖时间，人拖伤久啊。但是吼，歹势啊吼，咱各位议员同伴吼，因为这件代志吼，真正牵连到所有学生囡仔吼，所以甲您占用时间吼，歹势吼，谢谢，你请坐。谢谢。那个处长，希望哈你这个问题哈要重视哈，而且要勇于揭发哈。像这一件那个一直霸，你认为是霸凌哈啊，但是可能这个。观点上不一样，哦，所以讲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哈，啊，揭发这个问题，啊，袂使搁这种代志啊，不能再发生，好不好？啊，要确实去做好，哈，哦，啊，议员们拢足关心囡仔这个，哈，哦，啊，教学品质，哈，哦，所以讲啊，袂使搁继续这个
问题啊继续来发生哈、哦。好，你请坐哈、哦。谢谢。我们请罗美玲议员继续发言。大会主席兼议员，我们第四审查小组，我们所谓的主管哈，还有校长，辛苦了，做那么久，还有本会的同仁、媒体记者，还有关心县政的好朋友，大家午安哈。今天的本席有关于这个新住民二代的教育，想要请教我们教育处哈。从早上到现在，我听我们处长的所有的回答，说实在他表现真的是还蛮好的，对啊，表现是让人家激赏啊。因为我觉得短短上任几个月啊，他能够这样子的应对跟回答，说实在让我们觉得说，我们处长真的是很用心。那当然，我们也希望说，处长这边也能够关心到我们新住民二代的这个教育的问题啊。我想请教一下我们李处长，你晓不晓得我们新住民二代分布在我们南投县各级国中小的人数有多少？你知道吗？手上有没有资料？啊，请处长答复。好，谢谢议员关心。目前我们的新住民的学童有5558人，然后分布以国姓乡的比例最高，鹿谷第二，中寮第三。以人数来看，是南投市有487人最多。OK， 好，那在这些孩童里面，在这些孩童里面，那妈妈当然就是我们所谓的新住民嘛，哈，那。中国大陆的陆配的子女有多少？你知道吗？报告议员，不好意思，陆配的部分1510位，1500多位嘛，哈。那剩下的3600多位，他们的妈妈都是来自于越南籍，有2570，第二高的是印尼籍，有603人，柬埔寨、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缅甸都有。OK， 好，所以从这些孩子的妈妈来看，我们发现有3000多人妈妈都是来自于东南亚比较多，是，尤其是越南的比例呢非常的高，对不对？是，越南的孩子，越南这个外配的小孩，他所占的人数是比中国大陆籍的妈妈的孩子还要多，你有没有发现？好，越南籍的孩子有2600多位，我说是妈妈籍的。那中国大陆的是有1500多位。那我现在想要请教的就是说哈，对于我们东南亚妈妈所生的孩子，我们有怎么样的特别的辅导措施？有没有？我们教育处这边有没有？像之前我有遇到一些有关于新二代的问题啊，我一直在想说，我到底要找哪个科？是要找学管科吗？还是要找国教科？还是要找特殊教育科？我连特殊教育科我都想要去问了。到后来，我之前有很多问题，我是请教我们学管科的黄科长。那尤其最近遇到了一个很特殊的一个 case， 那黄科长这边呢，说实在的，我也很谢谢你，在这里跟您说声谢谢，这段时间让你协助这么多。那我想请教的就是说，对于越南籍或者是说来自东南亚的这些妈妈的孩子们，我们有什么特别的辅导措施？有没有？是，报告议员，我们目前有培训了通译老师有26位。然后我们总共有28个方案，总共有92万的经费。那大部分我们主要是分布在学校，由学校申请来，属于母语乐学的部分。那在暑期的时候有夏日乐学，20所学校来申请，都是针对东南亚的一个母语的部分来处理。那另外就他们的东南亚母语的部分是。所谓东南亚母语是怎么样？你可以解释一下呢这个部分。因为这个部分是由各个学校提出申请，比如说国姓方面，他的孩子以越南居多，他们就会申请越南语的。所以就是请越南的通译人员进到学校里面去教导二代
妈妈的母语 是这个意思吗？是这个意思啊。OK， 那我们现在好像都走向这个部分嘛，好，就是要学习妈妈的语言这个部分。那我最近遇到的这个 case 呢，刚好是刚刚相反。我们并不是所有的新二代都是一直都在台湾生活，是有些新二代呢，他是很小从小就跟着妈妈回去，比如说。我最近遇到的 case 越南的，他从小就跟着妈妈回去越南，那他是我们中华民国籍的孩子，那他没有越南的身份证，他在越南是黑户，那妈妈把他带回去之后呢，他是在越南受教育。是，好，我想这个科长很清楚，我最近都在跟你讨论这个 case、哦、那这个孩子呢，到了14岁的时候回到台湾来了，因为他是黑户，他没有办法再继续接受这个教育，那妈妈呢就把他给丢回来了，而且妈妈她再婚，她觉得说你应该回到爸爸身边，那爸爸已经70几岁，也没有办法教，也没有办法照顾跟教育这个孩子。那如果说我们遇到这样子的孩子，我们要怎么处理？我们到底有没有南投县到底有多少这样子的孩子，他对华语一窍不通？我们现在都说我们要学习妈妈的语言，对不对？妈妈的语言她都会说，越南话她说得很好，她从小就在越南受教育，她反而对华语是一窍不通的。那她这个孩子已经10几岁了，回到我们台湾，她如何衔接我们的国民教育？是，谢谢议员关心。这个问题我们至少发现有两个案例了。第一个就是议员提醒我们，那这个案例也是我们最近非常积极的。那第二个案例是在瑞竹国中那边强迫入学，发现他完全不认识所有的国字。对，但是他的年龄是在国中。对，那因为目前我们的学籍是才年龄，那变成说他进来之后，他在接轨的部分的确发生很大很大的困难。那目前我们积极的就是协调我们的翻译老师进去在课堂上做翻译。是一对一教学吗？我们期待就是说，当这样的孩子有这样的需求的时候，我拜托我们学管科这边，就是因为本身很担心的一点就是说，学校到底有没有确实通报？到底有没有确实通报？我们目前看到的是两个例子，一个在草屯，一个你说的是瑞竹那里。对，那到底我们全县有多少这样子的孩子？我在5月9号的时候，我有北上立法院跟国教署这边来开一个座谈会。好，那与会的有关心这个我们二代教育的立法委员之外呢，还有就是国教署的原名特教科，我们开了一个座谈会。那与会的还有一些越南籍的妈妈，我听了一位越南籍的妈妈说，在越南有将近10000个这样子的孩子还没有返国，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我不晓得属不属实。如果这是属实，单单越南就10000个这样子，我们的孩子还在国外，可是有一天他一定会回来，因为他们在越南都没有身份证。那这孩子回来之后，陆陆续续回来之后，会造成我们一个很大的困扰，他们如何衔接我们的国民教育？对，那我到目前为止发现说，不管我们哪个科都好，是民政处也好，或者是我们教育处，我们没有一个专职的单位来处理新住民二代的问题。那我手上有一份新住民子女教育发展5年忠诚计划，它是105年到109年之间要实施。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在配合这个计划？有，我们有跟议员报告，就是说国教署这边有通知我们，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方案。那我们有确实实施了吗？其实刚刚议员提醒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先确定问题在哪里，先了解我们现在辖内有多少这样的孩子，有多少这样的需求。那有没有跟各级学校来通知说，哎，如果有这样子的孩子，这样子的 case 一定要通报，有没有？有，我们有个专属的课督在承办新住民的子女教育这个部分，然后目前我们有请漳河国小，我们有两个学校来承办。 那有没有发现说自己的学区可能有这样孩子，可是学校却不知道的呢？
我相信一定有，一定会有。我要拜托我们的校长，因为我目前碰到的草屯的这个 case 就是这个样子。好，我想处长应该科长跟您应该也有做报告了嘛？是是是。那当初我在跟国教署在开会的时候，我把这个问题给丢出来，那国教署这边说不可能啊，这孩子。这孩子如果是说该就学没就学，他又是我们中华民国国民的话，那我们学校呢都会去做家访。那如果家长说他人在国外 ，OK， 然后在移民署那边就会有记录。当这个孩子入境的时候，移民署就会通报学校。可是我手上这个 case 是没有的，所以我们也很担心，到底有多少这样子的 case？ 这孩子可能已经回到国内了，他没有受教育。没有通报学校不知道，他可能就到工厂里面去当女工去了，很有可能的。报告议员，我们从中辍系统发现至少有15位，就是目前有15位新住民二代回国了。他是常常出境入境，出入境有记录的，就是说他可能如果这个从小都跟着妈妈回去，几乎都没有回到台湾来的这种，我们如何去做追踪？这部分我们其实目前跟户政系统都有连线，跟强迫入学。可是还是会有疏漏嘛？像我手上这个 case， 它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漏洞了。是，是我在跟国教署这边在做反应，他说不可能。我说不可能，我手上就有一个 case 了。所以我在想说，这不单单是南投的问题，可能全省都有这样子的问题。报告议员，应该是说，如果他有回到台湾有户籍登记，然后我们的强迫入学委员会。强迫入学是设在公所，那公所会通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孩子，他已经12岁了，他已经8岁了，他已经12岁等等，那我们就会赶快来联络安置学籍。另外就是要了解他目前的程度，那他到底能不能适应我们怎么去接轨我们的整个教育制度？对，因为这些孩子不单单要补救的是华语。是，说实在的，他也许在越南他已经念到国小5年级了，是他不管是数学也好，其他科目他都有5年级的程度，可是他回到台湾来，因为语言不通，他所有的科目都受影响。这孩子我们目前怎么做，我们怎么来处理？报告议员，现在问题大的不是说在台湾长大出生长大的这些新住民二代，而是这些反国二代，我们要怎么去处理他们的这个衔接上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报告议员，我们发现了，所以原来瑞竹的那个部分，我们要求我们处里面呢是安排1对1的进入校园。那我想请教一下，我们这些业务是落在哪个科呢？血管科。这都还是是落在血管科，对不对？说实在的，我有看完这个新住民子女教育发展5年中程计划，在他的实施项目里面哦，他特别有提到说，他的执行内容里面有提到说，他希望，他这边是用鼓励县市政府教育局处增设新住民教育专责单位或人员，推展相关业务。他是希望我们成立一个专责的这个单位，我们教育处做得到吗？我在想学港科这边呢，他的业务很忙，因为说实在，我刚才提的这个问题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如果单单只是丢到学管科去能解决吗？如果没有设立的话，因为中央也是在鼓励呀。那当然，那天跟国教科那个国教署在开会的时候，当然我也跟国教署这边说了，你鼓励我们地方政府增设，可是你却是把我们新住民二代的业务丢到什么组，你知道吗？丢到什么组，你知道吗，处长？原民特教，对，原民特教组。所以为什么当初我对新二代的问题有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一直想说，我们新二代在中央是丢在原民特教组，是，难道我是要找特殊教育科吗？我当初是这么想的，所以变成就是说，我们真的没有一个专职的单位来处理这些孩子的问题。如果说我们要设一个专职的单位，教育处做得到吗？报告议员，因为有关人员编制的问题，可能还要县长这边来同意，我们才有办法增设。所以你们要，如果真的这样子的话，要把问题丢出来给县长呀。县长一直都说他很重视这个新住民二代新住民的问题。是，我在想说，处长是不是有机会的话跟县长这边做个讨论？
谢谢议员，我们来演绎。我们目前的问题搞不好，县长都不知道。那我觉得很严重，就是反光二代的问题。是，是不是可以请各级学校校长来做一个清查，彻底的清查到底有多少的孩子有这样的需求？那还有一点，你们晓不晓得说，其实国教署这边它有一个教育辅导计划，叫国教署补助新住民子女教育辅导计划，知道这个计划吗？我知道。知道这个计划吗？内容都清楚吗？不是很清楚，但是知道有这个计划。有这个计划，我想出哪里去了解一下里头的这个计划。那天呢，我跟国教署也在讨论里头的计划，那有些东西它是非常的虚，不适合我们南投县。因为他这边有提到说，新住民子女人数15人到60人之学校，他会有补助这个金额嘛，哈，很少，才25000，好，意思意思。说实在，这个是很，让人觉得非常的悲哀，而且他是要15人以上承办，对，就15人以上，如果没办法承办，你就跨校合并。我就请问国教署了，如何跨校合并？南投县幅员这么的辽阔。可能甲校跟乙校就已经跨了一个山头，在偏远地方。我一个学校加起来搞不好，全校的孩子也才几十个人，新住民的孩子也没几个，那这些孩子要被牺牲掉吗？好，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问题。所以有些他的他是有空有这个计划，可是我们执行起来非常的这个困难。当然这个国教署他有提到了，如果有特殊困难的话，他有弹书，他有弹书。好，那不是说我一定15个人才能够承办，如果你有这个问题的话，其实他们是有弹性的。可是我们好像拿到公文就是照里面的公文跑了，那国教署说他是有弹书的，这个弹书可是并没有出现在这里面。是是。好，那当然新二代的问题，我可能在这个总咨询的时候还会跟您教处这边做一个探讨啦。那还有一点点时间，我想我再借这个机会啊，我前两天接到南投国小这个特教班家长的一个陈情书，你们有收到吗？有收到吗？没有，没有收到。啊，他就说南投国小校长应该也在场了啊。他说南投国小的这个特教班在下个学期可能要只剩下一班了，是不是？有这个吗？他说是教育处这边说出来的，有吗？有，刚刚科长点头，应该有。能说明一下吗？科长说明一下这个。家长是人心惶惶，他说我们这孩子啊，身心都需要特别的照顾，本来是两班嘛。这特教班本来是2班，现在要缩成1班，那现在是怎么样的一个方式呢？请是因为人数减少吗？请科长简单答复哈。主席还有罗议员，谢谢你关心我们特教孩子的议题，因为南投国小他的那个班级人数，他其实有2个集中式特教班，可是因为我们南投的国立特殊教育成立，那他们的班级人数其实师生比例过低。那因为有3-4年的观察期，目前有多少位孩子呢？一班里头，他那时候师生比1:4吧，正确我再查一下，只是他那个班级数就师生比常年是3到4年观察期都是比较低，所以我们在今年有开一个全县的那个有特教班型的会议，然后针对这个议题来讨论。那当下因为我们有说今年5月会有大鉴定，大鉴定完我们会再视情况，如果有超过10人的话我们会再延议，只是目前他们3-4年的这师生比都过低，是要把它转班型，不是拆掉班型哦。您这边再提供给我好吗？好好，确实的资料您再提供给我哈。那我又在这里再跟议员报告一下，我们不是要把它的班型整个拆掉，我们是转班型为巡回班。以上报告这样。OK， 那以后要怎么处理也顺便看能不能给我一个报告，好不好 ？OK， 好，谢谢议员，谢谢。好，我们谢谢罗美玲罗议员，李处长，关于草屯国小这个问题哈，我希望说住区哈，这都协哈一定要努力哈，要去查清楚，勿枉勿纵哦，我们也不要冤枉好人，也不要说。把真正的这个是不是确实有这样哈、报告到本会来哈、好，你请坐哈、谢谢。今天上午的议程哈、到此结束哈、我们下午
两点继续开会哈，各位辛苦了哈，下午两点继续开会。